这样子。还有我上初中的时候不是我胸大嘛，然后我上初中的时候，哎，跑步的时候就是有些男生很讨厌的啊，你跑步的时候可能在那个比如说你要跑步的时候，他们坐在旁边看就会讨论啊，这个女生胸大，抖一抖抖一抖，这样子跑步的时候会抖这样子，然后每次我跑步的时候我就把胸捂住这样子，每次跑步的时候我就把手夹在这里，然后他就抖不起来啦，然后现在反正夹在这里就不会抖了，跑的时候也是夹着，然后就跑不快了，然后每次我都是垫底的，靠。一座塔都没有推掉，这怎么玩啊？我靠！又是十只狗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完了！要输了，要输了，要跪了，要跪了！哎，你的叫声我受不了啊！可是我明明就死得这么壮烈，每次我死的时候都是被两个人一起杀，能不能来单挑啊？叫人一起上算什么？能不能单挑啊？你妈进来了，然后问你在干嘛？我感觉现在叫的时候总是有人说我妈进来听见这个声音，然后不知道你在干嘛，是不是？那以后我就不叫了，改换成舔麦。舔麦的话你妈又听不见，这么小的声音你妈说不定就听不见了。哎，这什么？明明那个女警死了，对啊，明明那个女警是我打死的。已经养成习惯了，对啊，我有时候自己不在直播的时候，或者啊，不要狮子狗，救命啊！有时候我自己不在直播的时候，可能要，救命！救命啊！不要狮子狗！我只是一个辅助好吗？要不要这样抓我？明明就是一个辅助，帮我打，把我当成 ADC 打。谢谢小龙猫咪咪的鱼丸。去韩国女主播哭吧，可是我哭不出来，我是0-6。你要知道，那个韩国女主播哭出来的时候，她的战绩是0-20。我要是这把战绩能到0-20，我也哭。我估计这把最多就0-10的样子，再死个四次，应该就不会死了。快坑队友啊，我已经够坑的了，还让我坑，我已经够坑队友的了。谢谢9080的鱼丸。
能不能给我补个兵啊？我只是一个熟女，但是我喜欢别人叫我萝莉。虽然我是一个熟女，但是我喜欢别人叫我萝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比如说，哎，有人叫我熟女，我倒是不是很开心。有人说我长得像萝莉，我就很开心。嗯嗯，哎呀妈的！我喜欢装嫩，可是我也不是很老啊，我也是96年的好吗？我也不算很老好不好？可能比你们稍微大一点，但是我也不算很老啊。让他跑掉！哎呀，这尼玛！这尼玛不干了！我不干了！我不干了！一个人没有杀掉还老是被轮奸，一个人也没有杀掉还老是被轮奸。为什么96年的看着这么成熟？就长成这样有什么办法？长得老，长得急，长得老。我是96年了，但是我们公司就是我不算最小的，但是有一个比我还小的，二喵是97年的，真真也是96年的。普遍我们公司的女主播年纪都比较小，偏小化，可能看上去可能比较老，但是实际年龄可能还那个。你98年的，98年的你应该在上学啊。上高中吧，好不好好上学，在这里看直播，不想带坏小孩子。我觉得我已经带坏了很多小孩了，就因为有我们这样的女主播，所以世界上多了这么多强奸犯。我现在连网吧都不敢去了，去网吧之前戴个口罩。我操，万一在网吧被怼了怎么办？啊，就想怼我。这人想怼我，救命啊！这人想怼我啊！为什么死的总是我？为什么总是我？好，你就是为了看我直播然后成绩下降了，可能那个这不是写作文的时候都在想啊，写作文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们那个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个男生，他看那个黄色小说看得入迷了，然后写作文的时候写了一句，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片黑森林，黑森林里面养了一条瀑布，然后老师就把他那个爸妈给叫来了，那老师也是六，他说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片黑森林，高高的黑森林里面有一条瀑布。谢谢 MMO 的鱼丸。你知道长得丑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？就像我这样长得丑的最高境界就是啊，明明自己长得很丑，